次去马尔代夫，我哋而家咧就要搭香港航空出发啦。有难怪 model 咁开心嘅，因为我哋今次要去马尔代夫，入住近排超红嘅打卡 resort， 由马里机场再转乘水上飞机，大约一个钟头到就到。resort 喺2019年初开幕，主打一架全包式度假体验。今次我哋入住马代比较少见嘅复式海上屋。哇！呢度可以睇到个海底噶，下层更加有对海嘅浴室，用嘅系洛斯坦沐浴品牌。打开玻璃门就有私人露台同埋泳池，想随时落海玩都得。等管家带我哋睇埋个厨房先。So this is all for free. All for free.哇，會唔會太誇張啦？全部都係唔使錢可以飲喎。So can I refill? Yes, we can refill it twice a day. 房入面嘅嘢飲嘢食都係任飲任食，而上層係好高樓底嘅睡房同浴室，二樓亦都有露台。單係留喺房度已經好嘆啦。睇完我間房咁靚咧，我哋睇翻啲平少少嘅啦。嗱，呢一個房型咧就係呢個 resort 入邊咧最平嘅房間嚟噶啦。雖然佢冇泳池，但係出邊都係對海噶。另有沙滩连泳池别墅的房型，住平住贵都得。而呢度另一个卖点就是无边星空泳池，延伸出海面的无边池身，加上入夜后池底的灯光效果，啲片同相在网上爆红，吸引了很多人嚟入住打卡。呢度亦有另一个 public pool， 想影泳池靓相，唔使人逼人就角度。resort 有设 kids club、gym room 同埋游戏娱乐室等等，设施活动好丰富。同时又有水上活动中心，提供唔同嘅水上活动。等我带埋大家潜落海睇睇啦！好紧张啊！今次系我第一次潜水，虽然我冇牌，但系应该 OK 嘅。No, don't worry, just calm down。唔使担心，因为呢度会提供埋免费嘅简单潜水教学，潜水初哥都可以试一次，觉得 OK 先至正式报名玩。哇！我哋一潜就已经见到大海龟，亦都有 mantle rays、stingrays 同埋护士鲨等等，好多嘢睇啊！而最夸张嘅系呢度有马代首间住到嘅医学美容中心。Thank you！ 我估唔到咧，嚟到马尔代夫咧都会有医学美容去做噶。咁头先 doctor 咧佢就帮我用呢部机啦 check 咗个皮肤先，然后佢就会拣适合我嘅 treatment 去做噶啦。提供射频、打 Botox 等等嘅医学美容，女士们嚟度假晒太阳，同时都可以 keep 住个靓样。至于设施多，连餐厅选择都好多噶。成间 resort 一共有六间餐厅、四间酒吧。唔好以为好贵，其实呢度大部分嘅菜式咧已经系 inclusive 噶啦，无论酒啦、甜品啦同 main course 都可以任饮任食噶。几间餐厅分别提供唔同国家嘅菜式。例如主餐厅有早午晚自助餐，亦有提供多个街头小食的 fusion 餐厅，又有烧海鲜、斯里兰卡菜等等。除了房入面的嘢饮，所有酒吧饮品都是 all inclusive 噶，无论饮同食选择都咁多，总有一款啱你心水啦啩。数完六大抵赞位，是不是即刻好心喐想嚟住呢？最平入住四晚的沙滩别墅，一位全包大约16000元，价钱已经包了机票、接送和指定餐厅、酒吧任饮任食。如果豪少少入住水上屋，四晚一位全包价不用30000元，同样包了机票、接送，还加送双人按摩和4次出海活动添。